理财 APP。好，理财 APP 接下来关心的是全国保险大调查哦。您知道全台大大小小寿险公司多达22家，消费者在选择上不免是眼花缭乱的。现代保险杂志连续27年了，针对全国寿险公司的知名度、业务员理赔服务进行了解。您知道这是怎么评选出来的吗？名列前茅有哪些呢？理财 APP 连线访问现代保险杂志发行人林立珠教授。林老师你好。主播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是老师，我知道这个调查已经持续很久，有27年这么久哈。那到底它是采用什么样的抽样方式哦？抽到受访者之后，有没有什么条件限制呢？这个调查是我们杂志成立第5年开始做的。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83年的时候，国内刚好是整个市场开放，保险公司一下子从7-8家增加到外商公司，然后增加到很多本土公司，所以很多民众对到底有哪一些保险公司，还有怎么选择保险公司感到很困扰。所以呢，我们就想做一个这种全国性的调查。事实上，这个调查我们是委托给市调公司做的，但是我们要求的非常严格。一个就是说，如果对方他本身家里有人从事保险，那他就不能做。然后我们对全省就是会分各区要比较平均一点，不可以说全部集中在台北啊，所以我们是北中南东这样分成4区，要求市调公司做20岁以上的。所以其实是很简单，他就是到各地，譬如说到百货公司、到戏院、到街上，然后是面对面的问卷调查。那这个调查比较难，是因为民众可能有很多人不愿意，所以我们有相对提供物品啊，哈，礼品赠送，然后把收集出来的这种消费者的意见，然后把它公布出来。所以有年龄限制，就20岁以上，对对对对，但是可能没有学历或是性别等等的限制哈。好，那我们知道这个调查是怎么来进行的了。我们也蛮好奇的，寿险公司他们知名度是怎么来？你觉得消费者在认识寿险公司的资讯来源主要是哪些啊？是口耳相传吗？还是怎么样一个方式呢？我想我们这个调查它是用面对面的，然后他是有一个问卷，所以他可能是用询问他的方式。那全国有22家公司，所以那个22家公司的名字我们都把它列出来，然后让消费者来勾选他听过哪些公司。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勾选率。所以他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事实上他其实是最直接的。你有没有听过这家公司？他到这家公司有没有印象？那当然我们还会做一些交叉分析，就像刚刚主播问到的，我们的民众是透过什么管道认识保险公司？第一个亲友，这是一直好多年比例都是很高，像今年就高达6:1，所以是最高的。亲友是最多的，亲友介绍。然后第二个将近50%的比例是寿险业务员。我们的这些不说列出来的这些管道哈，是我们提供的，所以对消费者来讲，他只要用勾的就好，所以他不要去想，因为他如果要想，你要他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都把可能的管道都列出来，然后打勾，这个可以复选嘛，所以我们就用那个勾选率哪一个最高。所以如果以今年来看，亲友占6%多，寿险业务员占50%，那网路占4:5，好，那像电视也差不多4:5等等的啦。所以它的比例不会是100，它因为它是有复选的。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跟去年来比的话，网络的比例是有增加的。是，那电视有下降吗？电视下降7%，它是在衰微当中。所以传统的媒体是下降，可是网络是崛起的，对不对？越来越多人透过比如说社群网站，比如说网络来认识寿险公司。如果就我们这个调查，它是正成长，但是比例也没有很高。也没有相对其他的，像譬如说亲友啦，大部分的管道其实比例都是在下降的。哦，是。对，可是至少我们非常清楚的是说，保险公司认识一家保险公司哈，是常常是因为我认识这家公司的业务员，
好，就是我认识这个业务员，所以我背后他代表的公司，我就认识那家公司。哎，或是亲朋好友在买保险的经验里边分享出来，哎，让我觉得哎对这家公司有印象。所以还是人的部分是占蛮大一部分的。是老师，你刚提到业务员哦，我知道你们的调查里头有一个业务员最优排行榜哈，这个民众其实很关心哦，因为业务员是我们接触的第一线人员嘛。那你们所谓的优啊？这个是用哪些指标去衡量他很优呢？我们会先问说他怎么去衡量一个业务员，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业务员好不好，一个他服务态度好不好，他的专业素质好不好，他的品德操守，当然就是就他的感觉啦，这些也是我们列出来的。好，譬如说他从事保险年资比较久啦，他不随意跳槽啦，他的教育程度比较高，我们会先问他怎么去评量一个业务员，然后我们再提示他所有的保险公司，让他去勾他觉得哪一家公司的业务员最好。所以我说我们这个调查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说一个什么很高的统计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调查，是它是最直接的面对面对我们的消费者，然后提示他所有保险公司的资料，让他自己来勾他过去的经验里边这22家他觉得哪几家的业务员他认为是最好的。是我、okay. 老师，我知道这个调查有发现哦，对，包括知名度最高啦、理赔服务最优啦、业务员最优排行榜、最值得推荐，哎，这几个指标前五名，感觉就是那五家，基本上就是那五家。对，只是比例的差距，因为这几年这个变化比较不大。事实上，以前哈，如果我们讲业务员最优，我们前19年，最优的叫做南山人寿。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对，那你像富邦，其实他以前大概我想至少在4年前，他也不是最优。因为富邦，但现在富邦串到头了，对不对？富邦并了安泰，其实是也有一段时间整军以后，然后才慢慢的吸收一些年轻的业务员，所以他也是这几年才慢慢崛起的，所以不会是隔年就马上翻盘，但是实际上如果从这27年可以观察很多啦哈，就整个27年来看，整个保险公司的变化，我们也有好几波，所以其实它并不是都毫无变化。但是如果你要说今年跟去年，老实讲，真的变化不大，而且因为它每一项其实是有相关的哦，譬如说我的知名度高，反映出来可能是我的业务员也被接受的程度高。甚至说，我的理赔服务好，所以我的业务员才被更肯定呢、啊。如果业务员卖得很好，可是后面的理赔很抠门，或是哇出现很糟糕的事情，它也会影响前面的行销，所以它其实是环环相扣。所以我们最后再结论出一个：如果你今天要推荐你的亲朋好友买保险，你会推荐哪一家公司？所以如果前面那些都很不错，到最后的成绩也会反映出来，但是比例还是有一些差距啦。是，那老师，我们提到那五家哦，就是都是排行榜前面五名的，这五家到底是哪五家？五家，如果我现在只看优远最优的话，富邦在这个已经蝉联几次了，第一名，然后第二个是国泰人寿。像如果是业务员最优，富邦有超过51%，那勾选率了哈。那国泰人寿是4.19%，南山人寿是33.7%。我刚提到南山人寿过去的前19次调查，他们都是第一。那正是因为他们 AIG 公司的问题，然后到后来，其他的股东入主等等的问题。那第四名是星光，第五名是三商美邦。好，这是业务员最优嘛？那其他呢？其他也都是差不多这样子的排序，对不对？其他几个调查、就是、那个比例还是有一点不同啦，比例不大一样啦哈。如果说我们讲那个理赔服务最好，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排列。对，最值得推荐的部分的话，我看一下最值得推荐。其实也是那五家啊，只是排序上是不是有完全一样呢？好像看起来也差不多，也差不多。对，好，那这样子的排序哦，跟去年有完全一样吗？有一点点不同在哪里？个别公司还是有不同啦，有的公司在比例上面有下降啊，可能名次没有下降，因为我们不是只看前面的五家，我们是22家都整个排出来，它还是有一些异动啦，所以我们只是把
整个排名列出来，所以整个详细的我们还有一本两三百页的那种整个的问卷报告，还有那个交叉分析。像我们一月号就是公布民众票选出来的最佳保险公司，但是像二月份我们就做一个更值得看的叫交叉分析。交叉分析是说民众他买保险的一些想法，他的购买行为的分析啦，譬如说他如果想要买保险他最想买什么，还有呢他为什么买保险，甚至我们问你为什么不买保险，还有他对业务员的那种评价等等的。所以那整份的问卷其实是很厚一本啊，那我们只有呈现这个结果。嗯嗯，好，那为什么不买保险，这个蛮有趣的哦。对啊，是不是请教授跟我们说一下不买保险的原因是什么呢？钱不够吗？对啊，一个就是保费太贵 啊，不然就没有预算啊。那不然就是说他觉得他有功劳龙保就好啦，他靠他自己的存钱就好啦。这个细节我们会公布在二月号杂志，但我印象中过去一直比例是这样，其实这里边隐含有很多错误的观念。保费贵是因为他没有买对保险，还有业务员推太多储蓄险。其实如果真正买真正保障型的保险不会那么贵，所以一样啊，没有预算就因为贵所以你会觉得没有预算啊。是，对啊。那很多人想买保险都是没有事情他也要领回来，所以就变得很贵啊。就是观念作祟，对不对？对对对。好，所以今年主管机关就要求要回归保障，就不可以再一直是，对，好像死亡保障会提高，对不对？对对，很多保险公司就是已经做商品的调整。嗯，不是只是把定存搬来保险而已啊，那个不是保险，那只是那还是储蓄啊，没有运用到保险的功能。真正的保险其实它只要缴一点点保费，它万一发生事情，那几率很低，可是真的一旦发生它可以拿到杠杆比例非常高的一个保障，那个才是真正的保险。主管机关这样的措施是对的啦。是，老师回到刚刚那个调查哈，六大最值得推荐的寿险公司啊，他们在各年龄层、各地区还有各个学历的支持度，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对对对，像说如果以国泰人寿来讲，他很明显的在那个最值得推荐的话，年龄层就落在30到39，就是我们如果把20、29、30、39这分成，然后50岁以上就分成四个年龄层的话，像富邦大概他在20到29岁比例是最高的，那国泰是落在30跟39，那南山就大概四个区块都很平均。那像中华邮政哈，他很明显就50岁以上，你知道他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点，他就是老牌的公司嘛。那如果说是地区的话，那我们看到富邦他在东部地区高达67%哦，那国泰在高屏地区，那中华邮政也是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啦，教育程度也有不同，所以那个就是比较细的交叉分析的。我觉得当然我们的调查是提供给保险公司去了解说消费者他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这种定位排序，或是他的认知度是怎样，但是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民众说，当然你不一定要选第一名，但是你也可以去看看你所选的保险公司他在消费者心目中排序是在哪边。那这个如果要真的认真去讲哈，还是要去看保险公司的通路，因为有的保险公司它并没有自己的业务员的，有的公司是透过保险经纪人，就是它并不是自己有业务部队，它是透过外面的保险经纪人卖保险的。那有的公司它是透过电话行销的，所以还是不大一样啊。是，所以各项指标啊，大概都是那五家囊括，包括富邦、国泰、南山、三商美邦跟星光嘛。有时候星光是第四，有时候星光是第五，这样子哈。对。那这个调查排名，如果说是比较后段的寿险公司，是表示不好吗？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对，所以我刚刚讲的，像有的公司，它根本没有业务员啊。他的业务员他没有自己的业务部队，所以他在业务员说最优那里，他当然就会，所以他并不是说他排最后就表示他不好，因为他就很少业务员。像我们业务员最多的是国泰人寿，业务员最多的我看一下哈，业务员最多的国泰人寿有66000，最少安达人寿才81个人，所以他比例差很多。所以像后面的一些公司啊，像英国保诚，他几乎也没有自己的业务部队了啊。第一金人寿才都是只有200多100多，
那像安达都很少，所以那像这样子大家就没有办法很了解它，对不对？知名度也没有办法是很高的。 对， 对，其实很多民众认识保险公司是因为接触了他的业务员，是、哦、好、你有60,000多的业务员在外面游走、嗯、其实那个就是一个活广告嘛。嗯嗯，好好，今天有时间有关系哦，非常感谢现代保险杂志发行人林立珠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林老师。好，谢谢，谢谢主播。好，拜拜，谢谢，拜拜。